号，然后给我行李，我就把号挂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还跑呢？你怎么呀？啊，你给我个通话号行不行啊？晚了。什么晚了？就是晚了呗。那乡亲们都知道她是我嫂子，我怎么样啊？我这人不解释吗？什么叫假事儿啊？净整的没用的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那小满是多好的姑娘啊！行了，这事儿别说了。不是，哎，我就纳这个闷儿了。过去吧，跟人家淌哈喇子，现在这一口一个不行，人家怎么得罪了你了呢？不是他，他妈。他妈嫌我这人不着调，没正事儿。人家话说错了吗？有正事儿吗你？有啊。什么正事儿啊？耍大刀啊！我的妈呀，你可臊死我了！耍大刀也成了正事儿了？先生有云啊，生逢乱世啊，贼寇四起，不习武，焉能安邦？怎能报国？我想请教一下，这是哪位先生约的呢？教我的私塾先生约的，他让我弃文从武。他那是瞎掰。古人有云：“兵乃不祥之器，故有道之人不处。”明白啥意思不？谁正经八百的人鼓的枪鼓的炮？你问问他儿子，他干啥的？啊，儿子是不是在家里老婆孩子热个头过日子呢？他弃文从武了吗？忽悠别人孩子弃文从武，我跟你说不通这个，你不懂。我想你赶紧给我个通电话，这个犊子玩意儿。好，打算对行不行？你给我站下！啊！我不跟你商量事儿，你蹭蹭走什么？你走啊！您先让我进屋成吗？咋在这数啊？这哎，这爷俩一起老吵吵什么玩意儿？我哥刚走，我爹让我取小满。行，你们大伙评评理。行，这么的啊。既然大伙都来了，都进屋走，听听我这个儿子孝顺不孝顺啊？来，进屋。少说两句，别吵吵了，别吵吵。来，跪下，跪下。我啥都没做错，我跪啥？跪啥呀？跪下！跪啥呀？我不跪。跪下！不跪。好，你不跪是吧？不跪是吧？我跪。我跪下。说。老乔。我跪下。列祖列宗在上啊！乔日成没出息，养了个出息的儿子，啊，婚姻大事儿干嘛呀？要自己说了算。乔日成没办法，我要动用我们的家法了，别吓住你们，好不好？我开始了。啊，爹啊，您能不能跟大伙说说咋回事啊？好啊，把裤子扒了，把裤子扒下来。不是叔，你这把裤子扒了。叔，你这咋还越说越来劲儿？我让你别听，啊。我们老乔家家法就是这样，当初你爷爷打我都是我自己扒的裤子，你把裤子扒下来，我干啥事儿让我扒裤子？叔，他这么大了，他这么多人是啊，就是问他裤子好啊，好，好，给你留点脸，那也让你皮开肉绽。哎呀，谢谢爹，这是谁呀？说两句，咋打？爹，您说咋打？来，您说咋打？撅炕沿，撅那是吧？撅，好，这太好了，你这样把房子点着啊？不点，爹，绝对不点。我都不孝顺了，我不能害你，是不是？来，啊，动用家法了。别拦着，别拦着，爹打。谁要拦着我，我跟谁急眼，听见没有？我不能听，这打。爹出气儿，快，来，你这么干，你们都出去，我这儿一对一的，我打死他。咱俩啥一对一没事，有啥不是？我啥也没做错。好好的，我做错啥了？我一对一，我一对一，我咋了？我皮开肉绽。都出去！哎呀，轻点的！都出去！我不信这个劲儿。爹跟大伙说了，对吧？哎，没出息是吧？好，你去。哎，我做啥都不对。这回我真是没脸活世上了。我看我怎么打你的！哎，你听听这回这响！哎，打你！我打你！我！哎，我这都打劈了我！那我也打你！打死！
死你，服不服？您有能耐别打炕沿，别打炕沿，我在那儿撅着呢。啊，给我啥样呢？不打我屁股的，我练大刀片，觉得我不对。老祖宗，啥都不对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人呢？老祖宗，你评评这个理。我做什么？我求求你们开开眼啊！祖宗啊，我媳妇儿，我走的早，我哥咋做都对。我什么？我这都跪下了，我爹都说不对。这个叫指地问天。你问过吗？问了。问老百姓为什么总受欺负。那天怎么说？天不说话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乔叔今天特别生气。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让我说啥？打小他就不喜欢我，觉得我没用，觉得我孬，我耍大刀，说我无能，说我不上学，说我不磨豆腐。我要是磨了豆腐上了学呢，指不定要怎么挑我的刺儿呢。一直都拿我跟我哥比。你怎么这么说乔叔啊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我要是不为我哥报仇，不剁了那帮小鬼子，我觉都睡不下去。爹挠的好几年，这可别丢犊子。算回去，我就是要饭，我也不回家，我得给我哥报仇。你报什么仇啊你啊？我怎么这么作孽呀？我养你这么个混犊子，您回去吧。犊子一个比一个混的，你要上哪儿去啊你啊？奉天，这奉天是你待的地方吗？啊？饿你三天你就知道家好了，饿就饿呗，要饭我也不回来，我得参军。参什么军呢？参军呢？我不是说好了吗？兵者不祥吗？你那么的，你乐意到奉天，你念书，我供你行不行？不是念书的事儿，爹，我心里都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得给我哥报仇。你小子报什么仇啊？报仇啊？就得报。那想办怎么办？爱咋办咋办呗。我跟你说啊，想把这孩子我是看好了。那看好您收着吧。你这是人话吗？回去吧。
你兜里带钱了吗？甭管了，我这啥都好，回去吧。前面的林子，你小心狼子。回去吧。肉的包子了，馋了。馋，你不馋？哎，包子，我也馋。大哥，请你吃顿饭呗。好啊。只有你陪着我了。哎，你三哥撩了？啊，撩哪儿去了？他没跟你说呀？没呀。撩奉天去了。奉天？三老四少爷们娘们大哥小妹三小二小，咱来的北网子，过来看过来瞧。三老四少爷们娘们大哥小妹三小二小，咱来的北网花拳绣腿啊。小豆子收钱。你说他花拳绣腿，你解释一下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跟我比比啊？这位长官说笑了，我哪敢啊！你要是能赢他，我赏你两块大洋。等等，我来和你比试比试。你是啥子人啊？在下岩谷川，是大日本帝国领兵。小日本打出人命来，算我的。刚才我看你是练刀的，那我们就比试比试刀法吧。好啊，随你的便。刀子，准备。大伙儿腾个场子，这把刀好久没有用了。
是，走，好。知道中国有习武交友的传统，咱们改日再聚。可满意？开始。叫啥名字啊？乔群。认字不？念过四年四书。你要是没得更好的事情做，跟我走嘛。长官，您是干啥的？东北军讲武堂，谢教官。好啊，但是那算正经事儿吗？屁话，吃皇粮不算正经事儿吗？毕业了就当官，按月发饷银，还有个腰别子。那我行吗？长官说你行，你就行。不行也行。我这个人喜欢干脆，把大刀片带到，跟我走。哎，大哥，你有钱没？就这些了，回头还你。不用。豆子，这些钱拿着。等回头大哥混出来了，找你去。啊，把东西给我。刀呢？干啥？啊？放手！哎，大刀片儿，走人。你小子算是走红运了啊！能进讲武堂的人，都是筛了又筛，选了又选的。大哥，管饭吗？我这兜里头一个子儿都没有。真是个土鳖，跟着少帅混，能不能缺了你吃了吗？赶紧的，上去舔吧舔吧人家。哎，是我咋舔了呀？谢长官提鞋呀！快，长官。长官，谢长官提携。当兵不比老百姓，违反了军纪要吃鞭子挨棍子，怕不怕？不怕，只要是正事就行。讲武堂是给东北军培养栋梁之才，挑女人吃大烟一概禁绝，做得到不？能啊，我就当自己是个和尚呗。好，跟我走嘛。哎。谷川さん、まさかこのままで終わらせるつもりですか？信濃でいうところの小部人ザルワダム。我々の部隊に近々何か大きな動きでも。これは軍事秘密だ。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す一機会だ。光栄に思いなさい。あ、はい。这帮不仗义！我不说我上趟茅楼给我拿着枪吗？
快腾地儿！哎，停！过来！哎，啥事儿，小宝？啥子事？按草甸规定，犯严兵迟到者，负重跑五公里。换军，执行。是。不是，我得跟您。我上趟茅楼。李哲，把枪上肩。右肩左心。接枪。这不有意吗？接枪。左肩右心。接枪。这挂不动，挂脖子上，一样。行吗？负重30圈，跑步走。报告教官，跑不动。执行命令。你脖子上挂3把枪，大雪地里头你能跑得动了？立定。来到江武堂，第一件要晓得的事，就是服从长官命令。如若不服，军法处死。啊，得了，也别军法了。我跑不就完了吗？一会儿长官过来训话的时候，你们不管听懂听不懂，都得给我鼓掌叫好，听明白了吗？来，吃点儿。吃啊，咋的啦？平时挺能揍啊，怎么吃不下饭去了呢？哎呀，你三哥呀，撩了。所以这两天呢，我得去那个奉天区一趟，去见你三哥去。我这一走，指不定啥时候回来呢。我就想把你们也带过去，啊，一是想你们，另外一路上也是个伴儿啊。哎呀，那小样。好像听懂了似的，是吧？嘿嘿，现在我说的话呀，只有你能听得懂。嗯，我们家的犊子都听不懂。总参谋长，江武堂第11期学员正在操练，请参谋长巡视。敬礼。礼毕。那个怎么回事？一个新学员迟到受罚，叫他过来。是。过来啊！过来，过来，来。参谋长脾气很酸，千万莫惹他不高兴，他会一枪扁了你。快去，快去。我知道了。那个，我也得喊好，躺着。参谋长好。自报家门。姓乔名群，开元柴禾铺人士。为何来我讲武堂啊？说啊。报告参谋长，我找个范哲吧。东北军不要饭头，讲武堂更不要。不是，但是参谋长啊，有人跟我说过，进了东北军以后，毕了业就是军官了，骑大马，挎洋刀，呱唧呱唧就是个溜。严肃点，他说的。张学良将军从北平打来电话，让我代表他来看望一下你们这期学员。你们当中有谁参加过第一次中原直奉大战呢？报告长官，下官有幸参加。那你说，我们的枪炮自重，比直军逊色吗？不逊色，比直系强。那我们的给养，比直军差吗？不差，
比直系强，可五月长辛店一战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的雨点比铜钱还大，我们的队伍和直军一挨上，还不到一个大烟炮的功夫，噼里啪嚓就败下阵来。堂堂奉军，情何以堪？好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是吧？回到奉天，我陪张大帅一气儿喝了三壶酒，他骂了23个骂了八子，之后告诉我，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，而无实之将校又不足指挥，于是就有了这个东北陆军讲武堂。你们是民国20年的新军，不能只想着骑大马跨洋刀。那后句话怎么说？骑大马跨洋刀，呱唧呱唧就是个撩。往哪儿撩啊你？啊！我给你们指条道。往小了说，你们要护境安民；往大了说，是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这后句话是副总司令让我捎给你们的。好。把洗脚水给我倒了。哟，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我让你把洗脚水倒了。哟嘿，你学长让你把洗脚水倒了。学长怎么了？学长不怎么了。学长就是说你爷爷，现在你爷爷让你把洗脚水倒了。华教官，我已经给你倒过一个星期的洗脚水了，不带你这么欺负人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入伍才几天的新兵蛋子，挺倔呀，啊！我跟你说最后一遍。啊！给我他娘的把洗脚水倒了，听见没有啊？快点！好，我倒。爷爷。我给你倒洗脚水。想造反呢？别动！哎呦呦呦！哎哎，都别动！哟，厉害呀！这一新兵蛋子。想造反的，乔群，立正，立正！你看你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？抽根烟，消消火。来，我不会抽。学着抽嘛，来来，抽根烟。不学。新学员乔群，张开嘴！哎，你看这就对了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瞎抽着玩嘛！来，叼好了，都给我叼好了，不许掉，听见没有？叼好。
四区队新学员乔群立正。我告诉你，当兵有当兵的规矩，江武堂有江武堂的规矩，老子就是江武堂的规矩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别动他！第四区队新学员乔群立正！立正！最讨厌你拿那个牛眼看你，你得吓死他谁呀？你看看，把老子洗脚盆晒成这个样，这怎么洗啊？听明白了，罚站军姿两个小时，盆掉了，我弄死你！长官来了，长官来了，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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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了。都在干啥子？咋了？挨打了？报告长官，没有，我们在一块玩呢。乔志成是你啥子人啊？我爹。明明挨了大炸不说实话啊？老兵说了，西兵进营头一个科目就是挨收拾。这个华军啊，15岁就跟着张大帅当过土匪，参加过直奉大战，人不坏，就是手有点黑。你要是怕他，我给你调个营去。谢谢长官，我不怕。啊？哎呦！哎，长官，我不想见他。为啥子？我来东北军的事儿没跟家里头说。说了咋样啊？我哥哥原先也是当兵的，但是没了。我爹跟我说，说乔家的香火能不能续下去，就看我这个混蛋。你要真是独苗，我可以给上司讲下去，让你回去。我不想回去。你爹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长官，嗯，您这个腰别子借我使使行吗？您借他干啥子？我显摆显摆。我爹一见这个准迷糊，行不？嗯。快去。哎。长官，嗯，什么叫事不可不弘毅啊？简单的说嘛，身为军人，要为国家存亡计，置生死于度外。那现在中原大战刚打完，咱还有仗打吗？内有军阀混战，外有日俄觊觎。依我看，我们东北军打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去嘛。哦。饿啥子饿？这还算正事儿。谢谢长官。
贼。别碰我，我现在是讲武堂的人了，您可不能随便打我，要不然把您关起来。不信你看看。我的妈呀！药鼻子都别上了，那是，这是真的啊！别动，真的，这要不然走火，你看看。对了，您咋找上门来了？我都找你好几天了。你怎么跑这个讲武堂来了？我听说从这里出去的都是东北军的大官啊。我跟您说。我从这儿出来以后，我也是大官，指定比那个连副强。别，扯着用不着的了，什么连副团副的，那都是假的。赶紧跟爹回去，安安生生过日子，把这东西还给人家。您别碰。您现在说话不好使，进了讲武堂，我就是少帅的人了，知道吗？猴子，你以为这是好事儿呢？啊，这个东西一别上就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了。反正我得当兵。你说说，我怎么地你了？你非得当这个兵不可？是我当兵不是为别的，为什么？我得为我哥报仇啊！是你二哥就为你大哥报仇，现在怎么的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谁也不是，反正我不是从前的我。你是不是我儿子？你是我儿子就得跟我走。是不可不弘毅。我的妈呀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你还跟我拽上了？你说说什么叫是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少帅说的。瞎掰，这话根本不是少帅说的。那谁说的？这是哪个古人忽悠的？谁忽悠的？我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。我这么的，肚子瘪了，喝碗粥，边喝边想。走，那走吧。这一大天了，你跑哪儿疯去了你啊？是不是饿了？锅里有饭，快吃去吧。不愿去。你咋的？是不是那小子还没信儿？已经都六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说的呢，跟丢了魂似的，就为这点事儿啊。妈，是你把他撵走的。你可别歪我啊！就是你说他没正事儿，你还学给他听了？学了，都学了。他就是没正事儿。我想好了，不管他以后有没有正事儿，我这辈子都认他了。你就认倒霉啊你啊！啊，我可跟你说，有一种男人，这辈子注定是过不了安分日子的，就是得惹点祸。他就是这种人，惹祸就惹祸，我认倒霉。他可是惹大祸的人，那我也认。哎，军爷，烧酒。你看，哎，准备。你下去吧。哎，好的了。哎哎，不用。哎呀，我去，玩命呢这是。快，赶快，吃点花生米压压，快。一壶酒下去了。跟你发句狠话，这回今天你回去也得回去，不回去也得回去，因为我跟小满他妈已经许愿了，你回去马上跟他成亲。不是怎么着，变脸是吧？对。那好，儿子也给你放句狠话。嗯。啊。嗯。腰别子，指定扔不了。嗯，你是逼着你爹跟你玩硬的，是不是？那您就试试呗，
看看咱爷俩谁赢了。不消息，不信。切、嗯！哎，陆冲，上！在飘着雨，背影还是那个背影。小时候问你，父亲是什么含义？你总是微笑着说，父亲就是你自己。生的在地，你是父亲，但更像是我兄弟。你讲的故事，现在终于变成回忆。我要陪着你，我知道你也没多大力气。全力呼唤你，你都不回应。你在哪里？尽管前方有多么泥泞，我也会陪你一起走完这旅行。爹，你在哪里？拼尽全力呼唤你，你都不回应。你在哪里？仿佛又听到你的那句，大呼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爹，你在哪里？拼尽全力呼唤你，你都不回应。你在哪里？仿佛又听到你的那句，大呼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